前到米兰看秀，晒出多张街拍照，还自称是落跑新娘妆，完美的好身材让粉丝们看得目不转睛，同时还反被歌迷催赶快传出新专辑及演唱会。没想到他29日则发文写下要去了，稍安勿躁，开心预告将重启世界巡回演唱会。据了解，近期九令除了筹备新专辑，还有许多海外巡演的邀约，飞到各地去工作。原本粉丝们以为演唱会可能还要再等一年，没想到他突然惊喜，正式世界巡回演唱会即将启动，让粉丝们全部都又惊又喜。不过到底会到哪些城市演出，目前都还没有公开，但歌迷们纷纷兴奋表示已经准备好要抢票了。Bye.